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，请麻烦师父帮我看一下子，我是19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，请麻烦师父帮我看一下子，我是1963年属兔子。什么叫骑马拉斯啊？什么叫骑马拉斯啦？感恩师父，我是1963年属兔的，麻烦师父帮我看一下子。好、哦，麻烦师父。麻烦去马拉斯啊，去马拉斯，还马拉松呢。几几年的？1963年属兔的。1963年属兔子的。想看什么奖吗？现在有没有灵性？嗯，现在还好，你现在念经念的还蛮好的。感恩师父。嗯，你现在念经，你就是你们家的厨房里呀、啊，嗯，有一个灵性，所以你一到厨房里你就想发脾气。对。嘿嘿。要几张小房子？这个不多，27张就好了。好，谢谢。好吧，我看你身体过去妇科很不好，你现在好很多。很好了，原来有子宫肌瘤、现在全好了。全好了。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。本来要变癌症的，现在没了。哎呀，感恩师父、感恩师父。还有你的心脏，过去总是胸闷，天气一不好怎么样，你的心脏就很不舒服。对。啊，现在你的心脏也是慢慢的好起来了。对。啊。